今天有事不回去了。好的哦。按时吃饭，零食不能多吃。嗯嗯。早点睡觉，不熬夜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呀呼呀呼。还是放心不下这两个家伙。It's me. 这是你们要的关灯变装 3.0 终极版。他们都说你的车很厉害，你教我骑车吧。你确定？走走走，回家吃饭喽。不是要学车吗？修完了呀。看我朋友圈已经发好了。不行，说好的要学就要认真学。这还练吗？今天先不练了。芝士芝士，我买了新裙子，你觉得配哪个袜子好看？ Oh boy。还是穿秋裤吧，这些看起来都很冷。哇，乐儿，我也想拍这个。拍。你这穿的什么呀？啊？我穿的不对吗？穿什么不知道吗？那怎么办？重来。小桃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样？难道被绑架了？还是摔倒了？不会是厨房炸了吧？小桃，没事吧？妈妈，妈妈，你。这个奖金得安排一下吧。